再养第二个小朋友，对我们现在就是就买一辆豪华级跑车，一两百万的车。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12 million babies were born in China last year, the lowest official number of births since 1961. Demographers and researchers feel that the population is actually on a decline. When China ended its one-child policy in 2015, the government expected a baby boom. It didn't happen. Instead, the fertility rate of 1.3 in 2020 is well below the 2.1 needed to keep a population stable. You can use very low cost to raise a child.没有学费，比如说，但是如果说你要往好里养，那真的是没有底。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从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他就参加一些这种早教的班，那么一年的成本可能是在数万块吧。然后等到再大一点，然后有更多的考试啊，或者竞赛啊，或者说课外班。然后一年的 cost 可能是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如果要养一个孩子的话，几百万。那这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城市，第一个是你居家的环境不太够，比如说一个中产在中国，在上海这个地方，差不多是一套可能几十平的房子，不到一百平。那小朋友长大了需要自己的房间，那就更加的糟糕。在上海一套房的成本可能至少三五百万，高一点的可能一两千万或者两三千万。这种入门吧，入门级的水平，八千左右，平均收入是在8000。对，然后这样子的话，你交完税以后，其实还要付很多的其他的费用，那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换房子，没有换房子就生活会很有压力，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养这么好孩子。有没有996这个说法？就是早九点到晚九点，然后一周工作六天。那么在上海可能是早九点到晚十二点，或者晚一点两点，一周工作七天，有时候还会出差啊什么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家里的小朋友是没有人照顾的，这是比较糟糕的情况。一旦真的开始有两个小朋友或更多，这个时候女性往往是会被牺牲的，这个我非常坦率说，这是现实，也就不管是谁被牺牲掉在家里面带小朋友的话，都会有伤害。就是小朋友是一种付出，你的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很多成本，但是它的回报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投资可能做一个就够了，应该不算是很，不是一个健康的财务模型。再养第二个小朋友，对我们现在就买一辆豪华级跑车，一两百万的车，真的有必要吗？好像想想又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希望真的没有人，真的人口会下跌。对，但是呢，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可以不生，但是我也没有必要要求别人不生嘛。对，就是现在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有合适结婚的就结咯，然后没有合适结婚就先单着也没什么。